Hello, welcome to HSK class. I'm Liu Lixin. 今天我们学习第三课。我每天走着去上班。Let's watch the videos first. First one. 你每天几点去上班？七点。是不是坐公共汽车去？不是，我每天走着去上班。我家在公司旁边，走五分钟就到了。The second. 你每天几点下班？晚上七点。真晚。是啊，我每天都坐公共汽车回家。今天我很累，我坐出租车回家，十分钟就到家了。Now the text. 一。你每天几点去上班？七点。是不是坐公共汽车去？不是，我每天走着去上班。我家在公司旁边，走五分钟就到了。二。你每天几点下班？晚上七点。真晚。是啊，我每天都坐公共汽车回家，今天我很累，我坐出租车回家，十分钟就到家了。Now the new words. 上班，公共汽车，走，遮，公司，旁边，就，下班，晚上，晚。回家。I'll explain the keywords for you one by one. 上班，下班。我在医院上班。我上午八点上班，下午五点下班。公共汽车，我坐公共汽车去上班。走。公司，很多公司。旁边，我家旁边有一个书店。水果店在书店旁边。晚上，晚，我晚上12点睡觉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回，回家，回国，回学校。Let's review the keywords. 上班 to go to work. 公共汽车 bus. 走 to walk. 公司 company. 旁边 nearby. 下班 off duty.晚上 evening, 晚 late, 回家 to go home. Now the grammar. We have two. I will explain for you one by one. The first one, 遮。我每天走着去上班。他喜欢看着电视吃饭。The second, 就。我家在公司旁边，走五分钟就到了。我坐出租车回家，十分钟就到家了。Let's watch the videos again. The first one,你每天几点去上班？七点。是不是坐公共汽车去？不是，我每天走着去上班。我家在公司旁边，走五分钟就到了。The second. 你每天几点下班？晚上七点。真晚。
是啊，我每天都坐公共汽车回家。今天我很累，我坐出租车回家，十分钟就到家了。Let's do the exercise. The answers. 我每天很晚睡觉。我在公司上班。我不喜欢坐公共汽车，人太多。饭店在前面，走一分钟就到了。我每天晚上8点下班，很晚。The second， 你晚上几点睡觉？你喜欢坐公共汽车吗？你是不是走着去上班或去学校？ That's all for today. 谢谢，再见。